你看看我的进度报，哼，老人家就是老人家，还玩80年代的武器，过时的知道吗？你看看我李白的剑，你有吗？那么难看，也叫李白的剑。老龙，你看一下今天的李白的剑。 就算你把李白的剑做出来，也不会给你点亮爱心和加号。还有呢。